安保的姑娘李广山，其实因为我们不一样，谢谢，谢谢。他今天也是七月份来的。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宝人了嘛？哎，你是狗屁亲亲哥啦，嘿，亲哥，亲哥哪来的亲哥啦？嘿，这个我们宝儿的粉丝铁粉哦，你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吧？对，有阵子了哈、哦。哎，一定得见啦。好，哎，好几个好派，不嘞，那你怀胎十个月，哥哥你不怀胎十个月？五个月，你五个月的，哎，到五个月，好几个月了，有啊，有那么久哈、啊。
我出来一下下。哦，正讲安尼，看要出来的时阵就甲卸下来，啊，要出来再甲倒起，袂好。会当安尼哦，好不啦？哎，这公牛高胆观音就爱看戏哈。没有，这个只能当副业啦。对对。真的真的也是只能当副业，因为哈时代在进步，起码咱背景上面在了，起码颈椎哈都是那种哎比较国乐的，对，或者乐团或者是国乐的，现在也都庙热闹，也都是请国乐的。然后现在的国乐跟以前不一样哦，不怪国乐拢侪了。现在不是啦，暂时。哎，基本拢漂亮，阿个干啥啦？扬都得，而且都很漂亮。对啊，都很辣，拢爱穿我这种诶。哎呀，你有心吗？好啦，我是卖讲话，阿叔免讲话吼。哎，免啊，爱搁跳舞，按住爱搁底下，唔难做啦。你叫我，哎，阿婆就爱，身先多子。哎，那个我不太会诶，那个太难了。你一定要看那个二胡箱，二胡是真的很难学。哦，你学过二胡哦？因为他可能是只有他几根弦，两弦，两根，我要学没掉。那你我要跟老师考考，我记得爱用敲坐姿不对，老板啊，没有，刚开始那个一定要坐，然后那个要坐好，那个二胡也关坐有关系哦。快要卡了耶啊！啊，你厉害了，那个音才会跑掉。所以一开始啊，这是爱他推呀，还是那个要翘翘脚，好爱翘康，对，哎，阿弟蛮好嘞。啊，你骨盆的照片哦，哎呀，你要平啊，不要做平的，做平的不容许弄做平的。你看不来我们的宝儿也才华洋溢啦，他拍谁哦？他耳插钢呀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哇，插得快嘞，插得快，兄弟啊，把我歌曲背了哦，来，阿芳姐给他安排一首，一首日文歌曲《陷入爱河》，谢谢。哦，不错，哎，要变哪点嘛？啊，什么？这个吗？哎，可以哦，是的。可以呢，哦，七台，哦，啊，边个什么 ？Winner， 哦，来安排这首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主题曲嘛？哎呀，就是结婚的时候会唱到哦。七夕刚过，来，因为那个七夕没有情人节啦，对，他天天都是过劳动节，对，都没劳动，对，刚刚讲过嘞，我过嘞过耶那个情人节的，对，如果找过了错的情人有没有？天天都是过，来，老师的注意力，哎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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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妹，这首非常好听的霓虹舞蹈，可以，怎样子？哎呀，我唱完了，香的快。啊，那个我修辣，修辣，修辣。后面的小姐来了。
换了一首你好的舞蹈，原来你去穿上就是安尼哦，啊，真正有较无同款一点啊，哎，迄个气氛马上就高升起来，哎，真的呢，真的呀，而且哦，那个日文、英文要唱得非常标准也不简单呢，刚才我拢听无啦，快把头把你脸包，来，把个朋友问候一下啊，边边大家好，你是要一个咱新年功能是不是？好，个平安红包在内多，很幸福，谢谢，谢谢，来到伊曼干部来上午去北站的精彩快乐节目，来感恩特小询问带小心机，爱感谢什么人？下次当时都唔对，来，我来甲你讲，来感谢阮阿姊啊，阮阿姊啊，他讲我咧甲催伊无来，我来邀请我四哥您啊，来个啦，来啦。刚才的过来大家站住，我们这来阿姊啊。哦，来甲阿姐阿姐阿手咧，谢谢。吼、哦，我阿姐安尼，阿姐参观比较侪，我阿姐讲伊十八岁嘛，从你这体验。对哦，好，我阿姐大赚钱，平安顺吉哈。啊，这个是女儿吗？女儿啊。女儿哦，啊，这边是、啊、也是女儿吗？我母亲那里甲感谢安尼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有像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型哦！哎、欸，真的有像，哎、欸，小朋友也有点像哦。啊，这个是，阿姐，我刚才的布雷瑞，你你你的夜间部同学的对吧？喂，啊，夜间部同学嘛，阿姐嘞，阿姐的把柄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阿姐做大风，我讲阿手尔把柄，谢谢我们美女，谢谢哈。阿姐，你有爱听什么歌不？是罗毅，哦，你好嘞。我叫公牛啊，唱给你听。阿姨也袂晓唱，不要紧，还佫有我。我教你啊。啊，你要听老歌还是较新歌的？拢好哈。哦，我阿姐就好。刚才你请来，谢谢哈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呢，咱的精神哈，咱的心路一直呢吼，算呀，咱专家吼，这边呢来甲咱分享新闻，分享心情。这个呢，咱来记住呢，咱的情路先生，谁进行这个波比呢？咱的丢心路，专家好，多多谢谢，拢算咱自己赚到房贷了发财，自己顺境，一进到金，啊，做生意，生意兴隆，来甲同事派，事业成功吼，拢算会当的。红豆在电大开始钱哦，大家记好，阿兰歌曲连续继续过来甲做带上。安排这首红豆的歌曲，谢谢四位歌友，恰恰。Thank you.
谢谢，谢谢我们粉丝的颁奖啊！阿伯马家祝福一下，对，马家祝福真久啊！我跟你讲来讲，颁奖我们帅哥的红包红，红包徐家佳女士，这个我们帅哥跨步拢娶温宝儿佳女士，啊，你困起无玩意呀？好无聊，哎，变卡了，我变卡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各位的安排，日不落，谢谢。哇，这一首非常棒哦，我们蔡依林非常 hit 的歌曲，你刚才当做乐团啊你？啊，我今天一起挂这张差不多三乐团的曲。你给我出，哎，很适合啊！我那时候唱这一首，每次都会忘记。